精彩金牌。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欢迎收看股市将军。台北股市啊，我给各位看一下这近期台北股市的走势哈。那如果你是照台北股市的做法，可能会赚不到钱，因为上下震荡嘛，震荡空间也是有限，在这个区间这个范围，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，那这个大盘怎么解？因为我强调过了，其实股王今天又创新高，4450创新高，那台北股市会暴跌吗？请问老师啊，老师听说最近大家都在猜测哦，川普就职之后是要大跌呢，还是会继续涨？如果你是长期在收看于老师的节目，那我说过很多次了，其实再怎么解专业的盘没有用，不好，真的不好啦。我们来看一下去年好不好？去年这种走势你应该大赚啊。那你回答我，从去年7200，如果照这个指数，你去年一整年来操作股票，涨幅超过2000点，那就算老师在这边完全命中，所有老师在什么各个点位最低点都是完全命中，那各位应该赚翻倍才对啦。那为什么没有赚翻倍？重点不是在股票，重点是在策略，你操作的那个策略。当然啦、啊、你的股票你怎么规划我不知道，那我已经强调过了，你来找我，我们是帮你什么纪律操作，我是用规划的方式两档以内，如果你可以接受，那一档一档来也没关系，因为我们是买业绩最好的股票。那我说过，纪律上的操作一定是大赚小赔，轻松愉快。那我今天要告诉你，你如果今年想要翻身翻倍，你一定要强迫你自己，你来试试看哦，你来试试看，你敢不敢重压一档？你每一次都重压一档，你也不要太贪心，你每一档你都赚30%。各位，你相信吗？你做了3档股票之后，你的100万会变成220万。所以我说过啦，不是在股票，重点真的不是在股票。我相信你看这个礼拜，包括这10天，为什么测标我敢打出来，于老师敢打出来，这10天当中上市柜的股票除了一档比我还要强的，除了一档，那一档我待会会跟各位分享，除了那一档股票之外，这10天上市柜涨幅排行榜第一名，你不要怀疑，你真的不要怀疑，是我们家的股票，是于老师的股票，全市场大概只有我有吧。你们那个遥控器每天转不停的，你看他台哪个人在讲浮华的？你回答我，我是从大同跟你讲。那你说老师，大同是不是大同的涨幅有没有超越浮华？答案是没有的。我先让你看一下，这10天，我也是用纪律上去选股选出来的。我说均线纠结，带量突破的第一根这个位置，5日均量突破月均量的第一天是这一个位置。从这边我们来数一下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到今天还是创新高。那我什么时候开始跟你讲？我从这天开始讲。那我们顶级会员是这边买的，单股会员是这边买的，我讲的都叫事实，都是实际上的操作，而且每一个单股会员朋友一定是在这一天买的。那如果你是清代，你是顶级会，我是这边跟你讲的。那这十天上市柜所有的股票
它的涨幅排行榜第一名，全市场第一。那我说过，除了有一档股票，但是这档股票没上来比啦，因为这你也加倍，我较输你。来，这档涨幅确实比我还要多一层，宜华啊，这干没卖，这都无量啊，这边也没有量啊。你看，那起涨前几张才一张，这边哪卖？这连跳空涨停板也才40张，22张，400多张。那你来看我们的福华，我来清稿一下。从我跟你讲完之后，哎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我再放大一次给你看哈。我觉得这档股票太神奇了。从我跟你讲完，这个黄色的是五日线，连破都没破，沿着轨道线走。而且有一个有趣的事情，你只要相信于老师的，你开盘去买，你一定赚，因为收红 K 棒。你开盘去买还是赚，因为收红 K 棒。你开盘去买还是收红 K 棒，你还是赚。那昨天赚更多，你开盘去买，你还有机会买到盘下，你赚更多。那你就算今天，你看清楚哦，你就算今天去买，拍谁你还是赚。那我相信今天全市场，遥控器又在转来转去，你看到的就是两档股票，一档叫玉金光，一档叫亚光，你怎么转都是一样。你怎么听？大家都有亚光，大家都有玉金光。但是我要告诉各位，如果你的老师正在讲的时候，你也有，你老师在讲，然后讲到很欢喜耶，那我没意见。那如果你老师讲得很爽的时候，你没有，那你来找我，因为我们是实实在在。我说过我的事，来。我说过我的是全国的单股会员，你正在收看的单股会员，你不管住哪里，你住哪里都一样，你住国内你住国外你都一样，你就是买这一档股票，所以我说是策略的问题。因为一档在飙的股票，你没有那种耐心，你没有坚持。我们来看下一通call讯，我给你看一下。其实有时候我发的call讯，会员朋友有时候会，他会有点不一样的那种。老师你这call讯吼，没办呢。来，新会员多多包涵，不是不让你们天天买股票。各位之前参加的会员，天天都在买最新的标的。长期以来你们是不会赚钱的，那我们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才会出手，那我也希望我一出手就是赚大的。另外，股票不会天天都大涨，也不会天天大跌，请你减少看盘，耐心等待，我们一定是2017的大赢家。我不知道啦，我不知道你接收的讯息是怎么样，每天都在买，每天都在买，每天都在买，啊，你每天都买有，你每一次，那每一次你都要，你每次你每一档股票你都要，那会很辛苦哎，你会很辛苦。那我也说过，你要短线操作，你可以来找我，因为我真的很认真，我每天都在寻找适合各位今天，比方说你今天来找我的，那我就想办法，我去挑现在可以让你买的股票。而且是你可以赚得到的股票。我像这样股票，我像你开始已经有感觉。老师，我也觉得说，有一些股票它一开始不是热门股，可是于老师你讲完之后，开始就变热门股了。你有没有看过这一档股票？你应该想说，奇怪，这档股票之前也不太会动，我说它会不会亮灯？三商店，抱歉，没有亮灯。那我也跟你讲过它的基本面，收支提款卡。那为什么营收从1亿跳到8亿？这是本业获利哦，本业获利。那我跟你讲完之后，你隔天去买，你还是有机会赚7.5%。为什么于老师的都有扣讯？有扣讯代表每个会员你正在收看。我讲的跟做的哪里不一样？我有没有预告？我一定有预告。那我预告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你看到创新高。你是我的客户，你是我们的会员朋友，你会有感觉的，
你真的会有感觉。那我也告诉各位说，其实如果说你每天看我节目在讲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包括有时候我连出都会跟你讲。所以我说我们新春开红盘到现在，我们真的赚的是最多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从今年的第一天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讲这一档股票，因为这档股票我告诉你的时候，我是用月线，月线我用月线告诉你说它，我当时是遮起来，这个叫月线。但是你知道的时候，它叫做永德，因为当时没有涨。全市场我第一个预告，因为我有字卡，很抱歉哦，永德我绝对是第一名的，我绝对是全市场第一个讲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让你知道的时候，你都来得及参与。12月30号，新春好彩头，很给面子，第一天就涨停板，第一天就涨停板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一买，而且是买在突破的起涨点，3天21%，包括到最关键的这一天，拉上来，拉上来，在本节目时段，我有没有讲说我先出一趟？有吧，我有讲吧。所以呢，我一定是带进带出。另外，各位，我有没有告诉你说，那你要来找，找全市场在操作上？我说过，我讲什么，我做什么。我做什么我就讲什么，这是于老师的个性，所以我也希望你可以来找我。但是很抱歉，这档股票，来，他快压不住了。我说他8%就好，可是他昨天只有涨7%。哪一档股票？我好想跟各位分享哦，因为过年还有4个交易日，4天，老师4天还有机会吗？四天，这4天是都没有机会。我告诉各位，你只要不气馁的，你来找我。你只要来找我，你认为说还有机会。当时我跟你预告这一档股票，来，这一档股票，我当时跟你讲，它叫永德的月线，在相对的低。如果你相信我讲的，你相信我讲的，5天29%，那有没有类似像这种很低档的、很低档的位置，有没有机会可以快速翻身？有没有机会？我先让你来哈，来比对一下这一档股票，因为我今天听清楚了，你相信我的，我送你一档股票，没有开玩笑。先打的先留电话的，明天照顺序通知。说话算话，老师有没有像永德？你刚刚讲的这种永德在低档的，再看一遍。哦，这是永德，对不对？我给你看这一档哦，我们画面就定格在这边，不要照我哈、哦。来哦，准备看好，这是月线哦。那有没有类似像这种的？这也是月线，它从116块跌到12块。那为什么我写转亏为盈？转亏为盈，我稍微解释一下，因为它2015、2014，因为法规上的规定。所以他要提列很大额的费用，但是今年开始，2016开始，他不再需要提列任何的费用。所以我刚来邓兴看，你看到这档股票的时候，他去年跟前年叫大亏，但是他的本业是赚钱的。那本业是被什么？被法规上限制掉、稀释掉。那请你看一下这档股票的什么位阶、位置。我也常跟投资朋友强调，就是说，台北股市现在9300点的上下，我知道你有压力，你也会怕川普就任之后会不会发生什么什么变数，所以我是找月线相对低档。那请你再看下去，我说它月线来，长期大底，周线带量突破，它的周线在上周。已经带大量突破前一波的高档区，量比价先行。另外再看清楚哦，这是重点哦，这是重点哦。12月营收创52个月新高，12月的营收它是创52个月的历史新高。各位有没有印象？我曾经讲这档股票的时候，你没有感觉，因为一开始没有涨，你没有感觉的。我说这档股票。这一档股票营收创143个月新高，我相信你也知道我在讲哪一档股票，它就是当时预告这一档143个月新高，它就是建准。
从我讲完之后就开始走，包括到现在还是创新高。那你相信我讲的，那我请你来买这一档股票，因为我要送给你的，我要送给你是有营收，而且是转亏为盈，它本业就有获利，而且重点来了，重点来了，重点是它有订单，它有新技术，而且这个订单你绝对听过，小米有听过吧？来，小米不是吃饭的那个米粒哈，拜托哎，小米你知道吧？你不知道我没办法跟你讲那么多新的技术，什么技术？30层，我只能点到为止啦，不能讲那么白啦，真的还假的？我当时要跟你讲，如果你相信我的，真的还假的？真的还假的？真的还假的？这真的还假的？上市柜这10天涨幅排行榜，他就是第一名，他就是第一名，你不要怀疑，什么光的都没有，没有比这只强，而且是我们的会员是看得到、做得到、做得到、赚得到，就这样子啊。那我今天跟各位结个缘哈，因为我知道你们没有赚钱，那还有4个交易日，我来挑战这个啦。但你还是在想东想西，你电话不用打，好啊，你问到了，明天跟你讲了，你也不想买的，你也不要打，不要浪费我们彼此之间的那种时间。你相信我的为人，你相信我的，你打来我就让你参与。那你不要跟我讲说老师他会涨吗？你要问这种鬼问题，你也不用打来啦。你相信我，你就来试试看嘛，毕竟我有那个心意嘛。你相信我，你拨电话进来，我让你体验一次好不好？不要说到过年之前，哎、欸，剩4个交易日，哎、欸，4个交易你都还没赚到钱，怎么过年啊？那我跟你讲，每一档股票我都是实实在在在操作，都有题材呀、啊，都有字卡啊，还是说每次都要掀开翻开？而且我的字卡一定有图哦，我的字卡来对拢有哦，这不是假的哦，这绝对都有。再听一次，相信于老师的为人。你相信我的实力，你也看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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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师怎么涨不停？哎、欸，你以为大同比较强哦？大同没有比较强哦，大同只有涨47%哦，大同这10天只有涨47%，只有涨47%，它最强，不用怀疑，不用怀疑，这档股票，你电话拨通，我送你。我再讲一次，它是低档区，116块跌到12块，够不够低？营收也创历史新高，又有接订单，又是转亏为盈的题材，相信我就对了。相信我的，开始拨电话。中场先休息一下，但马上回来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保证最低。一定要问哈，一定要问，因为是3个月最低的成本价，服你一整年。2月1号才开始起算会期哈，前三个名额，每天的前三个名额都直接帮你升 VIP， 请你拨打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
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走得越远，就越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。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曾经梦想要拯救世界吗？想改变自己吗？那就朝向世界出发吧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进行短线上的操作。你看，短线，我说过这一档股票叫旺宏，当大家都爱追，我并不会有追，我没有追，我等它跌停板，跌停板，跌停板买旺宏，当天赚8%。昨天出，我讲的一清二楚，我说拉上来两天超过10%，我先出，我换哪一档股票？扣讯在这边，我换到华邦电，这是昨天的华邦电，涨8.5%。为什么说昨天？昨天我赚两趟，一趟赚旺宏，把旺宏出掉去买华邦电8.5%，这是昨天的华邦电，纪律操作，三线纠结，五日均突破月均量第一天买进，买在突破起涨点，今天创新高，创新高叫什么？通通赚钱，就这么简单。再看一下我之前讲过的股票，我都快速帮你带一下。其实有些投资朋友，你看我节目，你要有耐心。我送给你的，这些是送给你的。我直接我用电脑秀好了。其实当时候我说啊，先看一下这个好有字卡的哈，我送你这两叫智毅，11月11号60块。啊，今天呢，有赚无赚，赚无多，但是一定赚钱，因为今仔创新高，创新高。你有定咧看我这波咧讲，操作。今天又创新高，我每天常常也跟你说这股票有没有？有没有 OPPO， OPPO 那个广告有没有？充电5分钟，通话2小时，是不是又创新高？有没有？有创新高吗？说很多支的，刚才这支，这支很奇怪，当时没起，这支叫宏硕。我跟你说，前三季赚比前年还多，有没有？越赚越多。啊，我也跟你讲什么？讲这个叫收敛，收敛，洗盘。为什么我要讲这档股票？因为只要股票没有涨，无去你有讲老师，你给我的股票在上好你的，你有讲老师无去，比较洗盘洗盘无去，老师你落惨。啊，这创新高叫啥？叫啥？你要有耐性啊！那你要快，你要来找我啊！你要快，你要来找我啊！送给你的，送给你是啥秘书哎？那我今天大胆哦，大胆的请问你哦，为什么最后一盘110张？哎，这边低他都不买，他偏偏要买很高，买300块，点到为止。另外，要结缘的，要相信于老师的，你说你浮华没赚到，你没有赚到，真的好可惜啊。上市柜，上市柜这10天涨幅排行榜第一名，不要怀疑，叫浮华。上市柜除了那一档，我刚刚第一阶段讲的那一档纺织股，这个是有量的，你绝对看，而且五日线连破都没破，连破都没破。包括呢，这一档是新的标的，因为它是月线，够低吧？116跌到12块不够低吗？而且是转亏为盈。今年我跟各位保证，绝对转亏为盈，因为去年、前年大亏，大亏，但是现在不赶快了，为什么？营收创52个月新高，而且它是接到小米的新的哈，看得懂吗？看得懂吗？我们结个缘，你相信我的，哎，老师，我浮华我没谈到，我要打刚一直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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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天看是没有用的，相信我的，这档股票今天电话拨通。送给你，再看一次，只要电话拨通，电话拨通，这一档股票送给你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
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，趴下；二，掩护；三，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保证最低，一定要问哈，一定要问，因为是三个月，三个月最低的成本价，服你一整年。2月1号才开始起算会期哈，前三个名额，每天的前三个名额都直接帮你升 VIP， 请你拨打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台湾就可这一位，台湾好行。